好，报告联席会，我们现在继续开会，继续并案审查前瞻基础条例特别草案，是不是请大家回座好吗？主席会尊重你们，请回座好不好？主席都还没有宣告，请回座啦好不好？没，主席会宣告让你们登记发言，是不是请大家回座好不好？请大家回座好吗？请大家回座好吗？请大家回座好不好？请大家回座，请大家回座。我觉得，不，你这样子挡在我的前面就是一种干扰，是不是？大家回座，请大家回座。你不要一直吵，好烦哦！你那个声音好聒噪哦。小声一点，小声一点，小声一点，小声一点。那个声音太聒噪了，是不是？请大家回座。先登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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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家维持现场秩序。先登记，请大家维持现场秩序。先登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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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他们自己私备麦克风啦。先登记。对不起，请不要拍桌，请不要拍桌。我不是小英，你可以跟小英拍桌。我不是小英，我不是小英。请议事人员把私备的麦克风收起来，请维持会场秩序。请把私备麦克风收起来。我不是小英，请你们不要拍桌。登记，这就是一种干扰。不是说好了不闹场吗？不是说好了不闹场吗？不是说好了不干扰吗？国民党的承诺在哪里？请你们回座，主席会让你们发言。主席会让你们发言，请你们回座。我知道你们都很关心地方的建设，在台前这么多都是将来要选县市长的人，我知道你们很关心地方的建设，我会让你们发言，请回座好不好？请回座，请回座。我都还没有宣告，你们是在吵什么？请回座，请把私备麦克风收起来。今天的发言会让大家非常的完整，请不要用私备麦克风干扰议事的进行。请把私人麦克风收起来。权益问题，权益问题，会让你们发言，我会让你们发言，请不要干扰主席，主席议事好不好？我会让你们发言，我知道你们都非常关心地方的建设。权益，权，登记先登记。好，来，大家不要吵哈！大家不要吵。你们有看到昨天、前天的媒体报道，你们的行为吵吵闹闹，跟幼稚园的小朋友一样。好，来，现在开始登记权益问题发言。
来，登记。9:10截止权益问题登记。你过去，你登记完。可以啦。你们大家都争相发言，可以啦。可以啦。好，这个为了节省时间哈，一边大家登记发言，一边我们就开始进行权益问题的发言。每一位委员发言时间2分钟，以一次发言为限。我们现在请第一位廖国栋委员发言。不用，廖国栋委员发言。你们又要第二轮，又要第三轮，大家的时间都非常的宝贵。是，我知道，但是你这个不是会议的逐条审查，是你的权益问题而已，所以跟法案内容不相干。权益问题2分钟，请廖国栋委员发言。五分钟，廖国栋委员发言。时间太少。现在开始权益问题发言，请第一位发言者廖国栋委员。请第一位发言者廖国栋委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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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国栋委员，这两位都是要选，一个要选花莲县长，一个要选高雄市市长。你们阻碍地方的发展，你们阻碍地方的发展。草案没有过，预算要如雷编列。哦，对不起，主席致歉。刚刚我说陈一鸣委员要选高雄市市长，徐正伟委员要选县长，黄昭顺委员指责我说我乱扣帽子，所以主席正式跟大家道歉，这两位都没有要选。你要选吗？你要选。对不起，对不起。谢谢，谢谢你帮我打知名度。主席刚刚宣告登记以一轮为限，所以第二轮都不算。廖国栋委员请发言。廖国栋委员请发言。廖国栋委员不在。罗明才委员，那请发言啊。五分钟。廖国栋不发言，就下一位啊。罗明才委员发言。9:10截止登记啦。
9:10截止登记啊，主席刚刚有宣告啊，主席有宣告啊，你们到底要权益问题还是要会议询问？都让你们登记，然后你们登记了又不发言，你们到底要权益问题还是会议询问？我都让你们登记，登记了你们就要发言嘛，登记了又不发言。我要讲。请国民党委员，你们自己协商好，你们现在到底要提哪一个程序？你们自己连程序都搞不清楚，你们到底要权益问题，还是要程序发言，还是要会议询问？你们自己都搞不清楚。两分。两分。哎、欸，不要挡在我前面，好不好？林德福委员，不要挡在我的前面。该公听会的时候是你们说先公听再审查，公听会开完就要进行审查了。是你们说要先公听再审查，公听会开完要进行审查。礼拜一的朝野协商，你们也签订了程序发言之后就开始进行审查，不背阁议事。请廖国栋委员发言。两分赢，两分赢。两分赢，两分赢。哎、欸，可不可以不要挡在我前面？这样我看不见异常的状况，好不好？两分赢，请回坐好吗？请回坐，请回坐，不要挡在前面，我看不见异常的状况，请回坐。请廖国栋委员发言。两分赢，时间不够，五分钟，五分钟。廖国栋怎么变女生啊？两分赢，五分钟。好，主席，我觉得今天主席的主持有霸凌的味道，从一霸凌的味道非常浓厚，不够公正。主持议事不可以用主席的意志去评判任何一个委员，已经主席越权。昨天有委员指着本人不是男人，如果我说你们不是女人，你们权利没有受损吗？啊，这谁讲的？哪个没有受损的？主席霸凌就是这样，用主席的权益啊、权力啊，去霸凌每个人的发言，霸凌主席了，主席霸凌了。今天我要念一篇非常恳切的文章，出自《自由时报》的社论。针对前瞻建设有非常精辟的一个论点，他说执政者面对若干建设性的意见，不同的意见的时候，能否具体解答，甚至纳为计划修正的一部分，真正的周延决策。这个是社论的开宗明义讲的，当中特别提到了各县市所提报的38项的轨道建设，有15项的捷运跟轻轨。他说这个轻轨到底有多大的前瞻效益，值得检讨，值得检讨。我们不能不思考我们将给下一代留下什么？这个是自由时报的社论所写的。他提到，任何政策要减少失败，务必要进行理性的分析，并且有能力公开的进行政策的一个说明。既然说是前瞻，就是未来，不是过去，不能用日治时期，新建纵贯铁路，或者是蒋经国
新建高速公路的时空背景来做说明。特别廖委员，他们提到，他们讲，时间到哈，时间到，时间到。来，那个，我们没关系哈。来，陈明文委员，我们不要生气，我们不要生气。我在这边。绑桩要建设，不要要建设就好好来审。来，请大家安静好不好？你们既然要建设，我们是不是大家一起好好的来审查？要建设，我们是不是一起好好的审查？今天是条例草案，都还没有牵扯到预算，今天只是条例草案。国民党曾明忠委员也提出了一个版本，我们是不是今天好好的审查，好不好？请各位委员回座好吗？请各位委员回座好吗？我们都知道大家要建设，我们也期待政府要多做一点建设给台湾，所以请大家回座好不好？主席提醒一下各位哈，在2008年11月28号的时候，马英九提出了振兴经济扩大公共建设特别投资条例，当时的立法院一个月之内就完成了三读。当时民进党一分一毫都没有阻挡这个扩大公共建设条例的审查，条例的审查在一个月之内就完成了三读。2008年马英九总统提出的扩大公共建设，当时有很多现在站在台前抗议的委员，都在当时参与了法案的审查。包括孔文吉委员、林德福委员、费鸿泰委员等等。2008年马英九提出的扩大公共建设条例，民进党没有任何的背阁，一个月完成了三读。这是条例草案一个月内完成三读，是不是能够请关心建设的国民党的委员，我们一起共同来完成这个前瞻条例法案的审查，我们大家一起同心协力为台湾来努力，我们今天来完成这个条例的审查，接下来才能有预算编列的审查，大家要的建设才能够编进预算里头。如果你们今天连条例草案都不给审的话，那你们要的建设从何而来呢？花东地区的居民嗷嗷待哺，你们要的建设该从何而来呢？预算没有办法编列，你们现在的悲歌其实就是在阻碍台湾的进步，就是不让政府建设台湾啊！你们现在的悲歌就是不让政府建设台湾啊！全国人民都可以看得到你们这一场闹剧，是不是？请大家回座，我们能够进行条例的审查，才能有预算编列的审查，才能有实质建设的进行，
各位委员殷殷期盼的建设，如果今天条例不能通过的话，所有的预算无法编列，所有的建设无法进行。我们知道各位委员的殷切期盼，是不是请国民党的委员能够回座，我们开始进行条例的审查。本席再一次提醒大家，2008年的时候，11月28号，院会交付审查马英九提出的振兴经济扩大公共建设条例草案。2009年1月13号，一个月之内，立法院就完成了三读的工作。马英九提出的扩大经济建设条例草案交付院会，一个月之内就完成了三读的工作。当时的在野党民进党没有进行任何的杯葛，是不是也请现在的国民党委员，请现在国民党的委员参与条例的审查。代表子孙，前康法案，代表子孙，前康法案，代表子孙，前康法案，再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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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孙，绑桩法案，再留子孙，绑桩法案，再留子孙，好，剖析剖开来看，这里特别提到了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县市一窝蜂的搞这个轨道工程，是不是跟土地财政有关呢、啊？那块一窝蜂要去抢、啊，等一下，但是我们必须要公平的来看，非常的平。你问一看，伊要爱几分钟，伊就跟你讲五分钟、十分钟啊。他们故意的、哦、主席故意把我的麦克风关掉、哦、等一下、哦、所以这个前瞻计划没有可行性的评估，没有效益评估，没有财务的评估，没有等一下、哦、这个主席现在重新才是了、哦、廖委员，廖委员，我尊重你们，你们现在到，你们先讨论一下，你们到底要讲几分钟？好，你的权，你现在是要进行权益问题，还是会议询问，还是广泛讨论？请国民党党团统一口径，请国民党党团统一口径。我们现在休息五分钟，
休息五分钟，让你们国民党讨论，你们统一口径，然后我们再继续会议的进行。现在休息。关我们的麦克风，我们就可以给主席抗议，这就是。
总召不要理他，不要上士对下士，不要上士对下士，不要理他，不要挑衅，不要上士对下士，不要理他，不要挑衅，他在博版面，他在博版面。不要理。8800亿不。
好，来，我们现在开始继续开会。请问国民党的委员，经过刚刚的休息协商，你们是不是决定要进行权宜问题，还是程序问题，还是会议询问？要几分钟发言？那你们要几分钟？等一下，主席都还没有宣告开始，好不好？现在是你们在霸凌主席，不是主席在霸凌你们哦。你们前面围成一排，挡住主席的视线。主席还没有开始宣告，你们又自己拿着麦克风一直讲，一直讲。然后主席宣告时间两分钟，你们又说你们要畅所欲言，然后又霸占发言台。这一切的一切，台湾人民都看在眼里。现在都是透过现场直播，台湾的人民都看在眼里。谁在阻挡台湾的进步？谁在阻挠台湾的发展？谁在背个条例的审查？好，王玉明委员，就算民进党是乱编，你们不给审查，你们不给审查，如何拨乱反正？你们就让条例进行审查。我再一次跟大家宣告一下，条例要审查通过之后才能有预算的编列，现在预算都还没有编列，条例没有审查，何来预算的编列？那你们刚刚一直在骂，你们一直在骂这个什么建设，请把私人麦克风收起来，请把私人麦克风收起来。好，我已经让你们表达了两个多礼拜的抗议，两个礼拜前是你们说先公听再审查，所以我们在礼拜一排定审查，礼拜一你们用了一整天的时间做程序发言，后来我们也做了大体询答，开到晚上十点半，你们的协商结论签订不背个议事的进行，所以今天我们要继续依照议事规则要进行广泛讨论以及逐条审查，你们现在又推翻了自己的协商结论。上个礼拜要审查年金法案，你们也提出先公听再审查，结果今天现在年金法案再开公听会，国民党没有一个委员在现场表达关心，表示重视。这一切的一切，不禁让人怀疑国民党是不是就是准备来乱，乱的让国家倒了，乱让台湾倒去啊，恁都甘愿啊？如果你们不是存这个心的话，是不是请大家回到座位？我们现在开始重新进行权宜问题发言，好不好？我们现在开始进行权宜问题发言。如果不再留子孙，不让台湾破产，请支持年金改革。如果不再留子孙，不让台湾破产，请支持年金改革。如果不让台湾倒，请支持前瞻建设条例，全力建设台湾。来，我们现在重新开始进行权宜问题。好，请第一位廖国栋委员发言，时间三分钟，现在开始计时。
能够赢得全国民众的认同，我们才能够真正进入所谓的条文。如果这些民众的疑问没有办法解释清楚，这个不能往前进入所谓的实质。那一天我们在审查的时候，连国发会的陈主委都说他国发会好像没有角色，角色都是张景生。这样的一个紊乱的一个决策程序，到底谁要负责？紊乱的决策程序谁要负责？这样的一个结果是全民的权益受损，不是我们今天发言的委员的权利受损而已，是全民的权利都受损。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高度的重视，所以我们要求把这个条例先退回重编，是非常具有一个基础的，没有可行性的评估，没有财务结构的这个评估，没有效益的评估，没有这个环评的未来程序的管理，什么都没有，就说我要八年，我要8840亿，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决策程序？是什么样的一个决策的一个心态？我们实在看不懂。全民都要承担，全民都要承担后续的这个损失。所以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的强调，本条例应该要退回重编。按着程序把可行性评估向民众解释清楚讲清楚，把他的财政的这个计划向民众讲清楚，把他的效益评估向民众讲清楚。如果都说明清楚的时候，我们再好好的编。我们的要求很简单，第一，现在所谓的八年，在蔡英文总统只有3年多的任期，竟然要编8年的，这个是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个时程。第二，整个经费的规模高达1兆，甚至超过，未来没有任何举债的空间。如果来一个大地震，如果有那个大海难，我们完全没有举债的空间。我们至多，我认为，如果用4年来做计划，5000亿已经足足有余。好，谢谢廖国栋委员。接下来我们请罗明才委员发言，时间3分钟。还没有讲完。最重要的就是，不是啦，你们刚刚要求增加时间，主席也给你们增加时间了。你们先去协商好，好不好？国民党，如果你们同意至少10分钟，那我就给你10分钟，那就请你们全部回座。这是我能够容忍的极限，你要闹场也要有一个限度。你们要不要10分钟？好，主席宣告。没有人在闹场欸。主席现在宣告。没有人在闹场，主席。主席现在宣告权益问题开始发言。不要跟他讲声，叫他们自己去瞧，要几分钟。你讲怎么讲？无啦，阿林。院长说，委员会。如果愿意重编，反对。
设，如果要谈到地方建设，哇，那就真是讲不完了。只有绿的县市才可以分配，有这样的分配方式吗？只对对，对，先分章好了，哎，分章好了才说我们要来设条例，没这款的道理啦。开工会在开什么？对，都开假的。先分完了才来开会的，大家来盖章，哎，退回重审啊，重编哈，我们要求退回重编呐。这个不是紧急预算，说救灾的，这里有一本可以让你念。特别预算，我们欢迎。来，爸爸那里啊。关于绿色建设计划的四大疑点，包括破坏了农地，电价必涨，污染也没有办法解，非核又要跳票，四项漏洞足以让花大钱的绿能建设注定要失败，所以我们要退回重编，退回重编。绿能建设计划将其中162亿。用来规划台南的沙仑绿能科学城，云林县是最大的太阳能光电生产地，为何科学城不设在云林，而是设在台南？就是因为那边是绿的，哎，那边是绿的。来，请各位媒体朋友回座，好不好？请各位媒体朋友回座。来，请大家回座。只有5300公顷平地能够勉强负担太阳能的发电，政府请大家回座、所举的目前的这个计，请大家回座，请大家回座。核心存嘛，就叫做起来。啊，要讲啥？你先讲。
来，来，请大家安静哈。这个，我是不是再一次恳请国民党的委员，你们先商量好，你们现在到底是要进行权益问题，还是广泛讨论？好，退回重编呐、啊。预算都还没有编列，怎么退回重编呢、啊？现在在审查草案，条例也要退回啦。条例草案的过程当中，大家，我再一次诚心的跟大家提醒，现在在处理的是条例草案。国民党曾明忠委员也提出了一个版本，他的版本里头是跟行政院提出的版本是一模一样。曾明忠委员的版本有八个条文，跟行政院是一模一样。如果八条是一模一样，你连自己写的都不知道。好，如果你们现在要处理，你们现在要进行权益问题，我们就进行权益问题的发言。我们是不是进行权益问题的发言，好不好？请国民党的委员回座，再怎么野蛮也不要阻挡国家的进步。本席刚刚已经一再提醒大家，2008年的时候，马英九提出扩大公共建设条例，一个月就完成了三读，一个月就完成了三读。当时林德福委员、费鸿泰委员、孔文吉委员、廖国栋委员都在立法院参与审查。再怎么野蛮，也不要阻挠国家的发展；再怎么野蛮，也不要妨碍台湾的进步。罗明才啊，他们自己不讲啊，我有什么办法？再怎么野蛮，我们现在继续进行权益问题发言，请罗明才委员发言。请罗明才委员发言。廖委员，
已经给你从九点讲到现在讲一个小时了，我觉得嘟嘟啊好就好啦，你的意见已经充分表达，是不是你能够让你们同党的罗明才委员进行发言？这是你们自己党的，你们有没有麦克风？好，前瞻条例国民党建立修正，第一，计划实施期限由八年改四年，经费的上限由8900亿缩减到4000亿，并不得追加预算。第三，增列幼儿生养环境无毒家园的计划项目。第四，增列依法办理环境影响评估。第五，增列对相关机关人员执行未达进度效益而且有重大浪费的责任机制。最后一个呢，增列预算执行依预算程序不得移用。好，谢谢廖国栋委员。接下来我们请罗明才委员发言。你刚刚自己讲，你只要再一分钟，好不好？请罗明才委员发言。罗明才，赶快去啦！好。我最后呢，一定要表示整个程序哈，一定要让在野党充分的发言啊，充分的发言。谢谢廖国栋委员一个小时精彩的演说，请大家鼓掌。还不够大声啊！谢谢。接下来请罗明才委员发言。好，发言时间3分钟。我非常尊重主席，宣布由罗明才来接续发言了。廖国栋委员，谢谢你，请罗明才委员发言，是不是请前面的委员都能够回座，好不好？已经开始会议的进行，程序发言可以回座位等，好不好？你们这样子挡住我的视线，我没有办法看到异常的状态，请回座，请回座。没关系，主席，我不介意啊。因为你不介意，我介意，请回座。没关系啊，我不会影响到我的权益啊，大家继续站哈。请回座。国民党的委员，请回座，大家彼此尊重，请大家现在开始学习尊重，请回座。主席，请回座。主席，这个是我的时间，是不是？我还没有开始计时，没有关系，请回座。我不介意啊，大家继续站啊。因为现在是关键的时刻啊，这是权益问题啊，这是攸关2300万人的未来的发展。我们发现哦，其实政党是会轮替的，但是再怎么乱搞，也不应该把这些预算、把这些条例乱编乱审啊。8800亿，这是多大的金额啊！大家如果回到地方，回到乡下，我们看到。卖那个卤肉饭的，卖米粉汤的，我们在卖几千万、几亿碗，才赚多少的钱？就你一个礼拜的时间，你要花掉8800亿，啊，你敢有天良？无天良啊！无天良啊！我们现在坚持的是程序上的一个问题。当民众想象乡下地区要有捷运。当民众在想，我们的前瞻是建筑在未来的乡下，带斗笠拿低头，然后老人家要去做捷运，然后整个捷运可能是空车空空荡荡的这样的一个情景。如果你是纳税人，主席，大家不要，大家不要激动。重算时间。然后重算，现在好，重算时间。发言权益受损，刚才主席叫大家要尊重。权益受损呐、啊，主席叫你要尊重，为什么你又不尊重？为什么要骂人家不要脸？
庄委员不要乱骂。啊，请大家等。哎，站着也不可以吗？对不对？人家讲话，你们不要发言嘛。哎，那个主席这样子啊，好了，我们那个冷静啊，大家理性，大家理性啊。主席主持会议，主持会议，尊重发言人。好了，我们那个冷静理性来讨论啊。那如果这样子啊，主席，刚刚所有的争执啊，我也不计较，大家冷静听我讲完。还有刚刚的时间不算嘛，应该要重来。干什么？哎，你们为什么这样子骂人呢？哎，主席，那个时间怎么一直在跳呢？时间暂停。这样呢？好，我再重讲一次。好，重讲。好，那个谢谢。怎么坐在下面的比台上还凶呢？现在是哪里来的啦？怎么台下讲的比台上还大声呢？现在到底谁在发言啊？好，主席，我现在可不可以开始发言？好，这样子的哈，我们理性的讨论啊。接下来，接下来大家那个互相尊重一下。罗委员，时间到。我还没开始讲哎。不是，我跟你讲哈，不是，我刚刚要求你们回座，不然我会看不见异常状态。你说不会影响你，我现在真的看不见异常状态，看不见也听得到啊。听到了，我要求你们停止发言，你又不肯。声音那么大，怎么可能听不到？刚刚我要求你们尊重主席，你们何曾有一秒钟尊重过主席？台下的主席，台下的委员声音那么大，谁有办法？除非你们现在全部回座啊！这样子。我没有勇气，我刚刚已经讲过，请你们回座，否则我看不见异常的状况。你们说不会影响你的发言，好不好？所以刚刚没有任何的干扰。罗明昌委员发言非常的大声，只有主席没听到。接下来请王玉明委员发言。请王玉明委员发言。请王玉明委员发言。哎，领导的代志啊，王玉明，王玉明，王玉明委员不在。林维洲，请林维洲委员发言。不是不在，你要说不发言，王玉明不发言。我拄只甲你讲，恁若无回去，我看袂到嘛。啊，你讲声音喊你大，主席怎么会听不到？这叫做互相尊重啦，这叫做互相尊重啦。你这样，你们在那里吵，我看不见嘛。牌子举那么高，我也看不见场面嘛。牌子举那么高，我也看不到场地嘛，对不对？南回铁路计划、花东双轨计划都在前瞻建设里面，结果你们自己反对前瞻，你们根本就是反对花东地区的发展嘛，是你们自己在背锅。主席要求你们回座，否则我没有办法维持会场秩序。你们又不回座，你的牌子拿那么高，我坐在底下，我根本看不见嘛。我不需要人家保护，不用不用，你不用拍照。
你这样子帮他们在打知名度，不需要拍照，他们就是在作秀。啊，你为什么会在那里？啊，你为什么会在那里？胡说八道！你可以站，我不能站。上面围了有人走，无聊了你啊！好。在一分二十七秒，所以我再补一分二十七秒给你哈。好，我们请罗明才委员发言，一分二十七秒哈。一分二十七秒。好。来，谢谢，谢谢主席哈。那我们现场请恢复秩序哈。中间也让开来了，我个人是这样看的哈。那在这个重要的时刻，当我们发现国家的财政负担非常困难的时候，我们现在举债的余额是5兆7000多亿，如果加上潜在的这个负债的余额，大概20几兆。想到我们未来的年轻人，我不禁捏了一把冷汗。想想看，8800亿的特别预算一旦通过，把钱花在刀口上是对的，可是再怎么乱搞，也不应该把钱当作是丢到大海里面的钱，咚一声就没有了。它未来的效益在哪里？本席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下一代年轻人的未来。我们看到全世界都在进步的时候，台湾在原地踏步，向下沉沦。我们应该把这8800亿花在刀口上，我们应该来训练年轻人，让他有更多的专长，让他可以在国际舞台上来发挥，而不是把钱放在很乡下或者是很地方的所谓的基础的建设，看不到未来。我们看到的是有很多很多未来的文字建设，看到很多未来很多很多的文字馆。台湾的文字已经够多了，我们应该把钱花在哪里？幼儿生养、无毒的家园。为什么是权益问题？当早上醒来，报纸一打开，全部都是有毒的蛋。当我们吃蔬菜的时候，看到农药的剂量又提高了。我们人民的命不是命吗？我们年轻的未来不是未来吗？所以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希望大家不分朝野，大家要多想想台湾的未来应该在哪里，我们年轻人的未来是在哪里。所以在公听会结束以后，我一直等所有的精算的报告，截至目前为止，有哪一位委员拿到精算报告书？通通都没拿到。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要要求所有的委员配合，在这个礼拜要通过前瞻条例。天哪，8800亿，这不是小数字耶。罗委员，时间到哈，谢谢。下一位，请黄玉明委员发言。还没讲完嘞，还没讲完嘞。我再给你两分钟啊啦，好啦，来，王玉明委员发言。时间3分钟，我是主席，你是主席，请你尊重主席啊。好。现场各位委员、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国民党立院党团提出了权益问题，大家回想一下，礼拜一我们的主席是什么主持议事的？礼拜一本席要发言的时候呢，只给了本席5分钟。我们明明讲好的是10分钟的发言，主席讲了5分钟之后，本席讲了5分钟之后，主席呢就急着叫本席下台。
不可以再发言。我请问各位，八年八千八百亿的预算在立法院里面审查，每一个关心的委员质询的时间十二分钟也不为过，竟然主席说你不是六个席的委员，所以这么的急切，这么的想要结束所有的议程，所谓何来？就是全心全意的护航，让这八千八百亿就要一直闯关吗？我请民进党的委员听听民意在哪里。从行政院提出来的这整个的前瞻基础建设条例跟预算，社会批评声浪不断，而且刚刚我们总召念的，连自由时报，这大概是最亲绿的媒体了吧，也都提出批判。台大经济系的学者他说，这整个计划就是三无，没有前瞻可言，没有创新性，没有办法带动台湾的经济成长。在这么多专家学者苦口婆心强烈的建议底下，请问民进党的委员们，你们有负起要监督这整个计划跟条例的职责吗？礼拜一，请问民进党的委员有多少人登记？有多少人放弃了质询？更离谱的是，民进党还通过了一个什么的临时提案？礼拜一到询答结束为止，然后就技术性的，很多的委员都放水不质询。我们立法院什么时候成为行政院的立法局？什么时候？立法院就是要监督行政院的，我们为什么要自我矮化、自我阉割？今天这样的一个审查，为什么要提出权益问题？因为我们已经看穿了，民进党就是要限期审查，今天就想把条例送出委员会，这么重的法案可以，难道不应该让立法院好好的讨论、充分的发言吗？这是八千八百亿，不是八千八百块，八千八百亿的预算，请问立法院用一个月的时间来好好审查，一点也不为过。今天我们要抗议的就是，民进党总是先射箭再画靶，这个礼拜连续三天的排案，礼拜一匆匆忙忙把这整个的询答结束完毕，为的目的是什么？今明两天就是要闯关，就是要送出去，因为民进党的人已经说了，这个礼拜一定要送出去，来得及五月底，然后让行政院的预算可以送进来。请问我们面对国家这么重大的计划跟预算，是可以用这一种先射箭再画靶的心态来进行吗？我请教各位委员，这个法案难道我们不应该好好的来审，不要限期，让委员充分的论述跟发言，难道不应该吗？我们是要这样子匆匆忙忙草率的，就在民进党可以是多数委员的席次底下，我们就把这个法案送出去吗？请问可以吗？台湾人民会接受吗？过去六场公听会是白开的吗？这六场公听会，容我提醒大家，这还是我们国民党在院会里面抗争积极争取来的。民进党原本是一场都不要召开，一场公听会都不要召开，请各位看看，六场公听会开下来，县市首长有意见，专家学者有意见，难道这些意见都不用修正，行政院都不用检讨，然后我们就可以匆匆忙忙的把这两天的会开完，然后就拍板定案吗？这样是可以的事情吗？那我们开的那六场公听会是在做什么？它达到的实质效果是什么？
如果这六场公听会是要好好的倾听民意，希望行政院根据所听到的民意再回去做适度的修正。请问行政院修正了没？他现在要修正到什么样的幅度？这件事情难道不用说清楚吗？上个礼拜才开完六场公听会，这个礼拜急忙的排案。请问行政部门针对公听会所有的意见，你们都回复了吗？都回应了吗？没有看到，没有看到。大家都说第九届的国会要不一样，苏嘉全院长还要说落实委员会中心主义。面对这么重大的法案，难道就是这样子限期审查草草结束吗？如果立法院开的公听会不是这一种毫无意义的，请行政部我的意见书面送上来之后我们再开始审查。你们到底针对公听会专家学者提出的意见跟看法，你们的主张是什么？好，谢谢。你们要修正的是什么？谢谢。本席还没有讲完，已经在跟各位报告十分钟了。您刚刚邻近的国家新加坡是怎么做的？看看别人，想想自己。谢谢王玉明委员。下一位，我们请林维洲委员发言。你刚刚自己说你要讲十分钟，我已经让你讲十分钟了。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请信守承诺。请林维洲委员发言。谢谢王玉明委员的发言，接下来请林维洲委员，请林维洲委员发言，请林维洲委员发言。请林维洲委员发言。林维洲委员，你要不要发言？林维洲委员，林维洲委员，林维洲委员，你要不要发言？林维洲委员不发言。人委员发言。人委员发言。人委员发言。啊！你要讲那赶快啊！不，你们自己不信守承诺嘛？我怎么排除他嘞？请国民党委员自行排除霸占发言台者好吗？你说要讲十分钟，本席已经给你二分钟了。
讲十分钟的，他现在他的麦。报告主席，我们要换人了。好，前瞻基础建设计划，我都还没有请你发言，请尊重主席好不好？请不要站在这里，我根本看不见那边的状况。不好意思，主席，请不要站在这里啦。好，拍谁？我根本看不见那里，谁站在那里呀？哎，我在这里。我看不见你呀。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根本看不见异常有什么状态，请你们回座。没有没有，那头好，好，我可以发言了吗？不行，我看不见你。不行，那主席，不行。好，那我听主席的。什么时候开始可以开始发言，我再发言。哎，谢谢啊。那就不然就一直站着也没关系。哎。来，林维洲，林维洲委员，林维洲委员不发言吗？我在，我在这里。徐玉仁委员，我在这里，主席，我有在。在哪里呀、啊？看不见啊！我只看见费鸿泰，只看见吴志扬，人在哪里呀、啊？我在啦，你听到我了啦，嘿，你听，好，好，我开始，哦，我开始发言了哦。真的不要挡在这里啦。请林维洲委员发言，时间三分钟。十分钟啦，嘿，十分钟，嘿。对于前瞻基础建设计划，原本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其实还蛮兴奋的，就是觉得说现在的政府哈、哦，总算好像找到一个方向。我们的两岸停滞，陆客不来。外贸
不振，经济低迷，所以看起来好像蔡政府能做的就是国内重大投资。好，本来我也是这个想法，所以当第一次我听到哇，要编列一个特别预算，要来促进国内的经济发展，投资未来，啊，让经济可以循环。当我们没有办法解决外贸停滞的问题、陆客不来的问题、两岸不通的问题，这个都非操之在我，所以我们来做自己的投资，内部的投资。那以台湾的财务好像是一条路，虽然还是举债，用特别预算、特别条例来投资自己，看起来是一个方向。但是从差不多二月份过完年，我们开始听到这个计划，我当时抱着满怀希望，说我们的政府可以好好的做能做的事情。但是只经过半个月，2月13号，我第一次跟我们的县长也见过张景生政委，然后我那时候好兴奋，我们提出了零零总总的地方所需要的重大建设，包括我们现在开国道一号，开到杨梅高架下来之后就开始塞车，我们也把它提出来，叫五羊高架延伸到头份，横跨四县市，这样子的高架延伸，我们好兴奋地把它提出来。但是只经过半个月，我就开始失望，越来越失望，越来越无助，越来越无奈，到最后我是愤怒。因为这半个月开始，我们看到小英总统到哪里就宣布一条，这条够500亿，那条300亿。啊，我们去报告是报告什么啊？还有你们做的评估是怎么做？只有半个月、一个月的时间，8800亿已经分配完了。哇，可行性评估在哪里啊？啊，环境冲来的自偿性在哪里啊？这样就决定了，随便乱讲的，8800亿，轨道建设就占了4400多亿，占了差不多一半。然后你们可以看到，看报纸都知道，说我们高雄那边轨道建设就已经跟其他加起来2000多亿，要占一半，但是怎么来的我们也不知道，这怎么评估的？啊，我们要求说，我们是不是来开开公听会？这个是举债举哦，我贷的钱。一任总统的钱，我们用他们的钱要来做，那我们总应该开公听会吧，让专家学者也来评估看看。我们终于要求开了6场公听会，刚刚主席说我们都没去，我去了好几次，还带我们的县长去，还上台代表发言，怎么会没去？我们很关心，结果公听会呢，答应吗？说提的有道理哦，我们这个8800亿哦，怎么来调整？好、哦，怎么做？这个环境影响评估跟可行性评估，财务上面自偿性会比较好，完全没有修正一个字。然后今天开始，昨礼拜一开始说我们要给它通过了，8800亿怎么分的？怎么配的？怎么评估的？有任何科学根据吗？没有。花未来的钱，花下一代的钱，我们的任期只有4年耶，小英你任期也只有4年，现在剩下3年而已，你凭什么举未来的债，花未来的钱，花下一代的钱？我也没有这个权。可以，我们可以说好，既然国家可以举债，我就多举一点，我们把它编
八年，那请问你可以不可以编十年的预算？可以不可以编十五年的预算？照这个逻辑，我们把未来二十年的钱先把它我们编完，可以吗？那将来的立委啊，哦，都只有这个金花就好了，没有这个资本门，统统没有了，花光了，这样可以吗？你要拿出说服我们呐、啊，说你这个8800亿如何的编列，如何的评估，然后对国家会有多大的影响？未来的钱，我们拿来花，是举债，未来总统的权力，他的举债空间，你把它用掉。未来我们的立委，他要审查的预算，这一次把它用掉，那未来下一届什么？我们啦、啊，具体会提出要求，只是对于这样的程序，我们没有办法信任。没有办法信任执政党，他会理性客观的针对评估、环境影响评估、可行性评估、自偿的可行性评估，我们没有办法信任。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发言，就是这样的程序不公，提出罪，根本是黑白义你的私房钱，我爱给谁我就给谁，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难道不是吗？现在我们从报纸上看到的不就是如此吗？啊，这样子我们怎么可以跟你一起来审查？审查你们这样子，你们连开公听和意见，那我们跟你们到这样的态度，选择了，不过马武备具体提出我们的版本，但是从他开公听会，从他我们跟张景生面谈报告，他所回应的这些态度完全不改变，一丝一毫不改变，一个字不改变，那我们提版本还有意义吗？好，你就改变一条预算都改变，那对不起，我们再也讲，好像也只剩下这个方法。第一个，退回，从你，钱根本，退回，从你。谢谢林维洲委员，接下来请许玉仁委员发言，时间三分钟。好好 ，OK， 好好。讲你自己，好，相信的。好 ，OK， 好。我相信。好。好。委总。好，主席，各位委员和各位媒体朋友，对于前瞻基础建设计划，我要提出以下的七大疑点。第一个。公听会完之后毫无修正，公听会有跟没有一样。我第一个我想要提出的是，如果这个前瞻基础建设，这个社会有那么多的疑虑，而且在我们党团强烈的要求底下，开了六场公听会，每一个县市首长都上来报告，各自提出各自的问题。但是六场以后，我们看到这个案子完全没有修正，一字不改的送进来立法院要审查。这公听会有跟没有一样，请问一下，我们民主机制，我们民主公听的这个效用在哪里？这公听会根本是无效的。那我也要为这样子的一个实施的方式感到悲哀。第二个，特别预算的使用方式会拖垮下一代。目前我们财政非常的困难。这一次的前瞻基础建设。多亿，将近一兆的这样的一个债务，我们知道啊，根据国家要举债的这个规定啊，
我们是可以举在未来三年 GDP 的40%，而这一次前瞻基础建设已经举在高达35.5%，也就是说，在未来的八年内，如果台湾有任何的天灾，我们将面临遇到天灾、遇到地震，我们国家没有办法救灾的情况。请问一下，今天的执政党，你们对得起这国家人民吗？第二个，特别预算不是总统的私房，蔡英文的方就到一个地方去做承诺，每到一个地方就到一个地方去撒钱。请问这是一个国家总统应有的作为和高度吗？我觉得非常的痛心，以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在台湾看不到台湾的未来。台湾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们正面临着青年普遍低薪已经倒退到这一点，今年这个月我们年轻人的薪水不到3万块，27000块，还有面临少子化还有长照的大问题，这些都需要动用到国家预算。今天我们国家举债8800亿，其中4400亿拿去铺轨道，请问一下，这可以帮得了台湾吗？最后，另外我要谈的是特别预算被监督机制，请问一下，前瞻基础建设条要强迫立法院通过。两页，各位，两页的前瞻基础建设8800亿，毫无救责计划。也就是说，今天这个预算送出去，立法院通过之后，发布出去之后，将面临没有办法监督，而且这些工程发包出去之后，肥了财团，肥了建商，人民的荷包。请问一下，这是一个正当的执政党的做法吗？请问一下，你们坐在这边，你们对得起你们的良心吗？另外，我要谈坐在这边的政府官员。我在质询的时候，我问过国发会主委，我问过经济部、国发会都跟我说，你们今天在这边做了一个声不吭声，你们是领国家的薪水，你们在这边帮这个政府做这个8800亿的背书，请问一下，你们对得起你们的良心吗？你们真的认为这样子的一个计划，随便拿几个项目来，毫无环评、毫无就责机制、情形评估，你们我们国家的行政官员、文官感到悲哀。我们再来看国家基础建设4000多亿放在轨道上，请问一下，轨道是未来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大众运输系统的使用方法吗？我们都知道，要开轨道是走路面的，走路面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我们必须要去征收土地。请问一下，我已经在各县市、某些县市开始有房地产的投机客，开始有建商开始打着前瞻基础建设、轨道建设的计划，开始征收草地皮了。请问一下，我们还要走回那一条老路吗？民党上任说要做一个进步的国家，要做改革，要做一个循环经济，你们编列预算的方法，对不起，我看不到。这两天我很遗憾，我在这两天我一直跟很多年轻的朋友聊，他们说这些钱他们完全不知道怎么花，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政府要拿这些钱来做这些事情。我们感到非常土地使用征收打的这一个执政，
而你们却一步一步的走向腐败，你们却一步一步的走向崩坏，我为这个政党也感到悲哀。另外，前瞻基础建设，我有几个重要的诉求，我希望在执政党同仁的诉求，我们希望加入防绑桩，明定建设经费总达10亿元以上的采购，应该由中央执行机关公开招标。第二个，我们要增加就责条款，我们希望在这个法案里面，跟一般的政府采购法一样，必须要有清楚的就责机制和问责机制。这些执行的人员应该负担财务责任，相必须要负相关的政治责任，还有财务责任。最后，还有要依据法源附上预算报告，并且由立法院来审议，要完全负责，而且我再强调你的思维来规划我们下一代他们的未来。我们看到这个前瞻基础建设计划8800亿，我们国家真的已经没有举债空间。如果今天一个号称进步的政党是用这种方式在做事，我想这是全民的悲哀。在座的各立法委员，将来未来的2年、3年内，你们也会面对选举。这些承诺做出去之后，如果将来有一天这些事情发生问题，这些所谓的前瞻基础建设最后变成前瞻前坑，这些前瞻基础建设变成前瞻笑话，发生的弊案，这些账上都会上。好，接下来请孔文吉委员发言。怎么忽然换了一个男生呢？谢谢主席。各位委员，大家早安。塞德克巴莱有一句话，他说：“当文明要叫我们卑躬屈膝的时候，我们要让你们看见野蛮的骄傲。”那这句话也可以修改成呢，当民进党、当蔡英文要叫我们卑躬屈膝的时候，我们要让你们看到我们国民党的野蛮的骄傲。从那个520蔡英文520执政开始，大家谈转型正义，转型正义呢，硬是把它背个八位委员呐、都有原住民转型正义、历史正义的版本。请问民进党，你们要推动的只是你们民进党的转型正义。一，从去年开始，自法，结果下场是怎么样？不保留，这里面反族群歧视法不是只有原住民，还包括新住民，还包括外来的移民，还包括我们闽客各族群，每个族群一律平等。这么好的一个法案，对于传播媒体网络歧视原住民的这样一个法案，大家能够支持，最后下场如何？在我们的议场啊，9次被民进党封杀，反族群歧视法到现在也没有通过。第三个，我一直要推动的野生动物保育法的修正案，要保障我们原住民猎人打猎的权益。我要跟我们民进党委员报告，动保团体的法案已经过了，那我们也要怎么样保障我们原住民猎人呢？
我们现在原住民猎人打猎三江，你没有钱罚的，你要坐牢啊，坐牢枪支啊，从半年到三年，这么一个法案都提出来，狩猎除罪以后，原住民打只要罚多少，1000到10000块钱就好了。你们民进党委员自己的提案现在怎么样？野保法也没有通过，谁反对呢？民进党委员在一场表决七次，硬是把野保法反封杀。你说这叫我们原住民怎么生存呢？我要请教一下我们民进党委员，520之后千杯千杯再千杯的政府，我们现在民进党所推动的法案，不管是转型正义的啊，不管是反族群歧视法的这样的一个反对，我看到我们台湾弥漫了一个暴力之气啊，暴力之气，族群不和谐，党政朝野政党继续恶斗，这个对我们蔡英文总统有好处吗？看到这一年多来，我们立法院周遭围的全部都是什么军公教人员在那边游行抗议，所有的警力动员最多的是我们这一年来，我们立法院周遭非常的不安宁，警力那么多，每天派几千名的警力来这里维护，这是要干嘛？要捍卫一个暴力的一个政府吗？我真的是在这里特别哈，站在一个少数民族的立场，我真的要拜托我们执政党多关心一下我们原住民，包括我谈的原住民族的转型正义，包括野保法，包括反族群歧视法，包括我们的自治法。所以这个是我们原住民啊这样的一个要求，到现在呢没有一个法案通过。好，现在回头来看一看8825亿，我一直在找我们的原住民的预算在哪里。最后呢，在我们的城乡建设最后一页，原民会是20亿，客委会也是20亿，这样有做轨道不做公路的预算，有捷运吗？山地轨有轨道，轨道4200亿，不可能用在原住民地区嘛。好了，我们要求的公路建设，从埔里到花莲的延伸案，这次也可以规划啊。公务预算没有编啊，也可以规划啊。中部横贯公路，口文吉是来自大黎山地区的。中部横贯公路，我在交通委员会讲了多少次？中横公路，我们的贺成亮部长讲说啊，这个还要再评估规划。问题是评估规划已经多久了？18年。你们交规划18，那现在只有叫我们怎么样？走那个中横便道。啊，便道，所谓的便道就是9个明隧道。上一次我们陈厚博委员去那个大黎山地区考察，我是希望我们交通委员会能够做一点事情嘛，为大黎山地区做一点事情嘛。南横公路说前年可以全面贯通，现在有通吗？所以我讲的原住民族的基础建设，不是在什么宽频网路建设，不是在什么老人关怀中心啊，不是在什么长照，20亿都用在那里。我们要的基础建设，原住民地区要的基础建设，打通南横公路，打通中横公路，打通国道6号，还是我们要的。所以孔文吉在这边讲了这些啊，因为我们立法院，我希望民进党能够有些包容，能够有些雅量，听一听我们国民党这样的一个声音。有的是真的是好心的建议，哦，好心的建议。我们是希望说，就能够纳入这次8年8824亿，你给我们203亿好。
2.3%，亿啊，应该是外加203亿啊，我真的是没有看到这个前瞻啊，有看到原住民啊，所以我刚才是讲了啊，我一个肺腑之言啊，肺腑之言，这一年来我看到原住民的法案没有一个是过，没有一个是过，会有些雅量包容，还要受罚吗？啊，大家都宁可去坐牢，因为缴不起这个罚金。那这个狩猎除罪化也是民进党委员提出来的 啊为什么不能通过呢？啊，所以回归到刚才赛德克巴莱讲的那一句话，当文明叫我们卑躬屈膝，我们会让你们看见野蛮的骄傲，这个骄傲一定是来自我们原住民。接下来，好，主席、各位委员，大家很清楚，台湾要发展经济，不外是两条路，第一条是外贸，但是外贸在民进党执政之后。以后 TPP 也没办法加入， RCEP 也没办法加入，亚太自贸区也可能被边缘化。后台湾的外贸，我跟各位报告，长期会被边缘化。假设外贸被边缘化之后，内政尤其是内需可以适度的扩张，基本上我也非常的赞成。所以我严实是支持民进党假设要拼经济，要提出重大的公务建设，我严实是支持的。但是看到他程序的粗糙，由张景生政务委员召集相关的县市所长，在一个月左右拼凑出8800亿的工程，做所谓的前瞻工程，这个作业方式。就像是县市或者乡镇的作业方式，这些奇观可以申请金氏的记录，所以这过程我看得非常非常的痛心，所以我质疑这个整个8800亿工程的可行性，所以以下我几点质疑跟就教大家。第一个，公听会开了6场，在座的民进党的同仁说，开了公听会了，你们想怎么样？你们只是把它当为一个程序。各位想想看，21县市的市长，还有各副县长相关的同仁，超过100位的地方的政府官员来参与的这公听会，也邀请了54位的专家学者。结果公听会之后只是把它印成6本的记录，没有做任何的回应，也没有做任何的检讨，开这公听会干什么？在座的委员，民进党委员还敢讲开了公听会以后你们想怎么样？你们只是要过场。所以我要求开完公听会之后，他提出的有道理的主张必须确实回应之后才进行实质的审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所谓前瞻的建设，是的，为了因应未来30年后的基础工程，各位想想看，但是都没有考虑到未来人口的大量减少的情况。依照国发会的预估，人口的高峰在民国114年。到115年，当时的人口是2380万到2370万之间，之后大幅减少，到民国150年之后，人口最少只有1710万人。盖这么多的轨道，盖这么多的捷运，到时候会是一人一车厢。
所以这些所谓的前瞻建设，连最基本的人口的 重大的外在的环境都没有考虑，谈什么前瞻，最基本的生态环境、外在的环境都没有进行检讨。第二个，这里面所有的几乎没有做可行性的分析，也没有做成本效益的分析。有些地方政府把中央政府当凯子，利用机会纳进去大量不可行的计划。我跟各位报告，过去高雄市为了盖捷运，有所谓的一环二连结，他送到市议会的预算是400亿，多少1700亿，把中央政府当呆子，这是什么的中央政府？是什么样的地方政府？另外，比如说我们举轨道当例子，轨道工业当例子，总共是4240亿。各位想想看，台湾的轨道工业有这么大的乘坐的能量吗？有这么大的乘坐能量吗？还有相关工业，现在环境也没有做。另外要跟各位报告，这是一个前坑的法案。这一次不但借了8800亿，地方政府的配额款是2500亿到3000亿之间，地方拿得出来，地方政府配额款吗？另外，地方财政崩溃之时，另外从政治面来跟大家报告，民进党现在执政只有11个月，还有3年1个月。民进党政府在急什么？你为什么不好好汇整比较有用、可行的真的前瞻计划，好好来评估，好好来建设，能够真的提升台湾的竞争力？守此而不由，竟然汇整了一些绑桩的工程，为的是2018。但我请教各位，急什么？你执政还有3年，急什么？你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快速的，一定要编列8年8900亿的预算。你居心不良，不是绑桩，什么才是绑桩？最后我要跟大家报告，假设你的钱能够用在目前台湾这样，邱月莹主席口口声声说拼经济，应该是把钱用在这5缺上面，好好拼经济。假设能够确实用在这5缺的身上，我们国民党举双手赞成。但是您假设全部用在绑桩上面，我们结论是前坑法案。这回同意全民。2300万的人民都是眼睛是雪亮的，不容许民进党乱花钱。谢谢。下一位，请张立善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官员、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我想从刚刚到现在，我们一再对于前瞻基础建设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包括上个礼拜
六场的公听会者的意见，还有直辖市县市首长的意见，大家有听取吗？我们行政部门有把这些专家学者的意见一一做回应吗？一一做深入的讨论吗？所以本席认为这个公听会该假的，这个公所以不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我在这里特别要举我们民进党前副总统吕秀莲，他最近也针对前瞻基础建设发表他的意见，发表他的论坛，所以我们好的仔细的来他所有的意见。行政区重划，立法院呢审议前瞻基础建设特别条例，本案记名前瞻，便要让纳税人觉得果真高瞻远瞩，他对前瞻这两个字也相当有意见。即使啊，这个前瞻基础建设就算能够寅吃卯粮也非做不可，但如果依行政院提出的前瞻基础建设计划，包括轨道建设、水环境建设、绿能建设、数位建设以及城乡建设共五大项，合计要花八，其中轨道建41建设中另含数百亿的交通建设，交通好比人的任督二脉，但以台湾目前的发展现况对比财政拮据而言，交通尚非国人同胞的燃眉之急，尤其4000轨道建设上面时却有审慎评估的必要，轨道运输投资成本高，经济回收效益低，台铁数十年来入不敷出，高铁也还在亏损状态，台北捷运好不容易才有五线收支平衡，高捷只有一线，营运成效也大小县市同步口将近负成长去增加的趋势，小小的台湾到处有轨道列车，若车厢空荡荡，岂非造就另类的活动蚊子馆？请正视政府财政恶化的情况，主计处预政府累计债务未偿余额5兆6195亿元，占前三年度的 GDP 平均 33.9%， 依公共债务法规定，中央政府的举债上限是 40.6%， 在拮据的财政情况之下，行政院只好运用特别预算的方式，透过立法院修改相关法令或另定特别条例。虽然行政院表示万个工作机会，但工作机会是本国人呢还是外劳，并且吸引1兆的投资，但据悉相关单位并未进行环境影响评估，也没有政策影响评估及法规也尚属出计划评估机制，加入政治分赃的口实，更别忘了外劳会占据多少就业机会。行政院既要前瞻，不如将台湾的行政区域重新规划，以因应新时代更为迫切的需要，按台湾的县市与行政区的规划殖民时期，
而是高瞻远瞩，希望行政院从善如流，重新检讨原拟计划，提出周全评估报告，再送立院审议，以免上演抢钱的闹剧，却再留子孙增添另类的蚊子馆。以上呢，总统吕秀莲呐，来奉劝我们所有的委员，今天呢，我们在立法院，既然我们的苏家全院长说，现在是委员会中心主义制，应该要让每一个委员充分的出席讨论，大家来质询，来讨论所有的草草率率。尤其我们是铁道的先进国家，日本在近十年来已经拆除了754公里的铁道，也就是什么？他们在整个整体评估啊，看到现在不但是少子化，现在还加上整个载运量已经严重，所以我们还要走在日本的这个末端班吗？我们还新建很多的轨道吗？而且呢，这次的轨道建设不是只有特别预算里面的4241亿，这当中还有加上年度预算，总共9555公里的铁道。我想所有亲如果知道未来啊，铁道建设以后可能台铁公司马上就要面临破产，这样的铁道建设有意义吗？所以诚如刚刚吕秀莲副总统所讲的，如果在建造很多的蚊子工程、蚊子馆、蚊子车厢，我们真的是为未来30年建构基础吗？还是为我们子子孙孙再留子孙，让他们每天背着负债而没有看到未来呢？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前瞻基础建设为什么有这么，是我们蔡英文总统说负民意的职权，委员不管蓝绿不管党派，为了所有全体民众，他们的血汗钱不要浪费公堂，所以希望今天每一个委员都要勇敢的来监督来捍卫，我们绝对不能任期4年的还有举债空间，以命钱都没有了。谢谢张立善委员的发言，本席已经给您10分钟了哈，谢谢。接下来请郑天才委员发言，请郑天才委员发言。郑天才委员，台委员发言。好了，好，我们请郑天才委员来，陈欧珀委员，不，我们请郑天才委员发言，请坐下，郑天才委员发言。啊，主席。各位委员，前瞻基础建设条例这样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法案，预算高达8900亿的特别预算，但是
我们发现非常非常的严重的就是我们部会首长的角色不见了。部会首长这些政务官领了高薪，但是完全没有决策，完全听命于张景生政务委员。第二个，我们事务官的角色不见了，我们的事务官完全的异地，完全没有提出改正意见的余地，完全没有，是一个我当公务员30多年从来没有见过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个前瞻基础建设条例是一个没有重视民生的这样的一个建设。为什么说没有重视民生？因为好，这个时间哈，重新开始起算哈。为什么说没有重视民生？因为我们没有自来水区，总共有还有50万户。在这个前瞻基础建设条例里面，只框列了6万户，6万户只有117亿。那其他44万户的，我们的没有自来水的乡亲，要如何去看这个前瞻？前瞻也要顾货，民生非常重要。我们还有50万户的地区的我们的乡亲，他所每天所饮用的水是不符合我们环保署所定的法律，立法院所定的法律《饮用水管理条例》，是不符合《饮用水管理条例》。有44万户，就算10年以后、8年以后，还有44万户没有办法喝到符合《饮用水管理条例》的相关的这些饮用水。所以他三基础建设条例，另外就是第二个就是危险道路。危险道路刚才我们陈国破委员讲得非常好，我们要建设宜兰县，我们都知道苏花改的第二期南澳到东澳的道路，陈国破委员也就是不列，结果列的是什么？道路路面的品质的改善，竟然列的是全省路面品质的改善，而不去改善危险的道路。充满落实的道路不仅仅是苏花改的第二期需要，包括这几天电视一再的报道新竹五峰乡的落实，新竹五峰乡土厂道路非常非常的没有危险道路的改善，苗栗南庄苗21线网路厂，南庄网路厂的道路落实不断，最近小小的雨就落实不断。无论是苗栗的乡亲一再的呼喊，一再的拜托，就是视而不见。我们花莲丰滨到光复的光丰公路一摊方，我们呼喊了很久，我们期待在前瞻基础建设里面，但是仍然没有公务预算，
也没有特别预算。瑞穗到丰滨港口的一个瑞港公路也是一样落实不断，我们一再的拜托站也没有特别预算。所以 这种危险的道路攸关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攸关 原住民族地区的一个产业，但是完全没有。第二个就第三个就是不重视东部，刚才有提到南回铁路电气化在102年就核定了，已经开始编公预算了，但是也把它列入前瞻计划的特别预算，这是不应该的。另外就是花东快速道路，花东快速道路花莲台东完全没有高速公路，我们没有过要因为医疗资源都在花莲市，台东的乡亲，台东以及花莲南区的乡亲需要到花莲市看病，没有快速道路，我们也喊了很久，我们提出花东快速，交通部说，国发会说要没有可行性评估，但是我们看了前瞻基础建设条例也一样没有可行性评估啊，为什么花东快速道路条例不能制定特别预算的条例？可以，何况现在是一个这个不重视民生，东部，另外就是不重视原住民族的建设，原住民族的建设，在这个整个8800多亿里面，只占了0.多%，只占了0.多%，在这样的一个情，原住民族大家都很清楚。不公平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既然是叫前瞻，前瞻就要为整个国家每一个人民，尤其是台湾的主人，台湾的原住民族的经济发展、建设发展。来，郑天才委员，郑天才委员，时间到哈。现在有针对程序发言、会议询问等，提请本联席会议立即停止程序发言、会议询问，并请联席会依据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立法院议事规则、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进行逐条讨论。以处理停止讨论的提案，我们现在立即处理停止发言讨论的提案。请问现场委员有无意见？好，我们表达，我们表决。
才是的。依据意识有异议，记得不要移动手，黄大少不要动手，黄大少不要动手，你记得不要野蛮，你记得不要野蛮，民进他了。依据议事规则第32条，主席现在才是停止讨论。他被拉了。他停止吗？我知道，不要动手，不要这样嘛。干嘛是黄昭顺动手啊？谁动手？你说啊，黄昭顺就是我。请问是谁动手？黄昭顺，不要乱麦克风好吗？就是你呀！黄昭顺先，黄昭顺没有叫过回答我。议事规则第32条，并进行逐条法案的逐条审查。我们现在进行法案逐条审查。现在有民进党议员提出延长本日会议时间。主席才是今天晚上。休息。你这样动双暴露起来啊！停止暴力！不行，现在不能休息。停止暴力！停止暴力！停止暴力！国民党暴力！请国民党委员，请国民党委员停止暴力行为，请国民党委员停止暴力行为。国民党拿桌子要打人，请国民党委员停止暴力行为。现在请议事人员宣读条例，人员宣读条例草案内容。禁止停止程序发言会议时间。法案名称《前瞻基础条例特别条例》第一条，为带动成立经济技能，因应国内外新产业技术及新生活趋势，推动促进产业国家前瞻技术特定组的本条例。委员曾中平等十九人提案第一法案名称《前瞻基础特别条例》第一
动能，因应国内外新。这就是他定的本条例，行政提案。地主主管机关为国家委员发展委员会，中央机关为电力预算之各部会，地方行政机关直辖市县市政府，原住民族地区前瞻基础建设之执行，除由中央原住民族自治机关执行或补助地方执行机关为必要时，等委托其他机关办理。声明中委员提案第二条，本条例是主管机关为国家发展委员会，中央执行机关为电力预算之各部会，地方行政机关执。中央原住。机关为必要时的委托其他机关办理事项。行政提案第三条，中央执行机关负责各项具体任务之执行，前瞻计划书记要研究业余团便利及推动。地方执行机关负责就其执行之前瞻计划书记要依预算配合办理相关预算，经各该直辖市县市机关审核取得通知。委员声明中委员提案第三条，中央执行机关各机关具体执行之前瞻计划之特别严厉预算编制及推动，地方执行机关就其执行之前瞻基础建设计划以及预算成立配合相关配合，经各县市直辖市。行政院提案第四条，轨道建设行政院提案第四条，本条例所定的计划是项目如下：一、水轨道建设；二、水资源水环境建设；三、绿能建设；四、树木建设；五、城乡建设。委员声明中等提案第四条，本条例所定的建设是项目如下：一、轨道建设；三、绿能建设；四、树木。四、计划性就其目标执行策略、资源需求、财务方案、管理运营、预销成效、风险评估等事实规划，依据办理环境影响评估、可依据可行性研究综合规划及选择替代性方案之成本效益等报告。委员郑忠明等提案第五条，中央执行机关办理前瞻基础建设计划，依相关规定办理行政院核定，并视计划性就其目标绩效指标、系统规划、执行方案。基金门外执行管理预期效果风险评估等，依据法案影响评估观点凝聚可行性评估综合规划依据其替代方案等提出报告。行政院提案第六条，中央政府机关依据审计院合理机关办理规划，并依据办理事项就其预算应依计划性分别进行办理合理审查。委员郑忠明等提案第六条，中央行政机关依据行政院办理事项并按具体规划资金提出经费需求及具体经费的办理分析作业。委员郑忠明等提案第七条，行政院应依前项规定之结果，依据第四条细则的规定，编列本条例各该年度特别预算案，并附具第五条各项之报告，送请立法院审议，以本项条例执行计划于次年度人。委员郑忠明等提案第八条。提案第七条，中央政府依本条例执行前瞻计划建好所得经费上限为新台币8900亿元，以特别预算方式编列，可分期办理预算编列及审议，其预算编列不受预算法第三条。举措方式办理，其每年度举措之额度不受公共债务法第五条第七项之规定。中央政府总预算及特别预算依本条例实现之其余外综合支出，不得超过该期间总计的特别预算，最初预算是15%。本条例明定期间，中央政府将偿还之总预算。前瞻基础计划所经费上限为8900亿元，以特别预算编列方式，可分期办理预算编列及审议，预算编列不受预算法第23条，不得
经常性自动门禁会限制中央政府政府依本条例之一正的程序或程序费不得办理追加预算。第一条第一项水平竞争的人可以主在方式办理。我们第五条第七项规定。所举确实一年以上公共债务为偿还总预算另一公共债务法第五条第一项规定办理委员政府中提案第十条各机关以本条程序另一预算执行审议未执行部分另一预算法规定减缴遗库不得移用执行本条例的平分另一处如果保留款位可以还给中央主管机关另一审核下的构成预算第十一条中央主管机关成立是一笔减负期计划一项必要时的修正或终止。这项计划执行内容如何应依旧实施成效，做成总评估报告并递送立法院。前两项之报告应于完成报告后一个月内公告于主管机关网页。主管机关、上级机关及主机关、主管机关查核各项。通过该事情划进行计算。第二条第八条，本条例所定的预算特别计划执行机关依计划审议办理。委员证明中提案第十二条，本条例所列这四项之执行计划，机关应依法办理审计。前审查机关应依法办理审计，如发现工程进度未依规定之，就81%。本机关办理原审查。执行核定变更的。必要时的依据实施计划法第二十七条第二项规定，原上级审核不能办理，原上级是审核变更，依法办理之不规定的依原不正当，依原度司法第二条之规定办理。委员声明中提案第十三条，执行本条例依公安处处长不作办的变更，必要时的依原度司法第二十七条相关规定，由各主管机关为变更，前项都前计划不能办理变更，并作法下得依。计划进行评估，委员声明中提案第十四条，执行本条例审查计划设立计划，如非都市计划规定，各级地区主管机关以审核定论定时，得予审查保送，另我为是属院主管机关去评估进程委员。第十五条，委员声明中，本条例审查计划实施结果，依于期间之逐年上主管机关提交申报，依期间用于车必于公告期间之。下计划性质仍有重大浪费。12月31日，委员声明中，中华民国113年12月31日止。宣读完毕。条例审查到这里审讯完毕，本日报告。